有惊无险，又到8点，今天下班去见一个漂亮的小姐姐去嘿嘿。好，我发信息了。刀哥，我在万达广场的星巴克等你哦，你快点。哎，老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呀，刀哥，我在星巴克等你哦。你怎么在我车上呢？ 飞进来的，没有，老板，这是我妈的一个闺蜜的女儿，然后来广州了，然后我妈说让我请她吃个饭，你干嘛，老板？完了，哎呦，老板，你干嘛呀？我有事儿。你干嘛呀，老板？刀哥，我也去嘛，刀哥。 你去也行，我送你一个礼物嘛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你把头转过去。啊，我知道是什么了，老板，你抖音刷多了吧？想去吗？你还想不想去呀？我想去，但是我不想带。不带也得带，带也得带。你要么别去，你要么就带我去，你要么就带他去。手拿过来，别废话。老板，我带上了是不是就可以去？对。 带上了之后呢？带上了之后，我找个地方等你。嗯。然后呢，我给你一个小时时间。嗯。如果一个小时之后你还不出现的话，那你明天要是迟到的话，我就扣你工资，你明天工资别想要了。你玩的这么狠吗，老板？别等我拍个照。你拍照干嘛？如果待会我见你不是这个样子的话，你就完蛋了。 我拍的照片的啊，哎，老板，你是，哎，真的没法说。快去快回啊！你吓我一跳。快去快回啊！我等你啊，你不要给我耍小心思哈。待会我要是看到不是这样子的话，你就完蛋了啊。